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叔哥搞笑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开箱几条鱼，听说这种鱼十分的凶猛，是吃荤不吃素的家伙，那就是亚马逊食人鱼。我找了好几家卖鱼的，我想要买大条一点的，卖家都表示没货要预定，所以只能买现成的3厘米左右的。包裹是刚收到的，赶紧打开看看吧。打开拿出来之后，能看到里面有几条小鱼仔，这也太小了吧。我也不确定这是不是我要找的食人鱼，但是从袋子往里面看的话，的确这小鱼非常的活泼。按照卖家给出的方法，我前天就已经静置好一盆水了，现在只需要试水就可以了。由于试水等待的时间比较久，这段视频就直接剪辑掉。现在我们把鱼放出来吧。放出来之后可以看到这些小鱼好像等待猎物一样。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，我靠近点给大家看看吧。从外形上看，还有游泳的姿态，的确有点像食人鱼，具体怎么分辨我也不是很清楚，稍后我找卖家问问吧，毕竟这几条鱼不便宜。那就先不打扰这些小鱼儿了，下期视频我放点五花肉进去看看吧。各位有什么看法，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，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记得关注哟。